For Columbus, 'cause I know you're across the room, so I'ma drink till I float, and I'll find a way to discover your body talk like Tolo, speak to me like ooh la, let that record spin like yo yo, oh no, here we go. 想要代理 Kevas 这个品牌，是因为深入了解 Kevas 这个品牌之后，才得知它是台湾的本土品牌，然后跟 Kevas 的老板聊了一阵子之后，才知道老板的经营理念与我不谋而合，所以才产生的想要合作的想法。Better not drop that shit.当初卡西提的团队来到台北，来跟我们洽谈关于高雄经销合作这个部分。那经过我们多次和卡西提的老板以及他的团队的讨论之后，我们发现，卡西提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年轻而且具有活力的团队。同时，我们发现卡西提的团队，他们本身在经营 LED 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包括他们的官网、粉丝团。他们都非常认真、非常细心的去经营。正好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他们产品的执着以及认真，所以最后我们才会决定和卡西提来完成这次高雄经销的签约的合作。Better not drop that shit.DIY 市场，我觉得发现大家对洗车反而有一种不单单只是把车子洗干净的一种心态，反而是一种成就感，所以才会想要跨足汽车美容这个行业。而且包装的话，我觉得很有质感，对，就是例如像海神幽灵包装，然后还有品质，我们自己也试过去汽车美容，去实际去体验试过，然后自己去打过这些蜡，实际体验我们才就是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款好上然后又好下的蜡，然后效果又好。我们拥有很完整的行销及设计团队，我们的每一次产品都可以提供完整的形象影片以及施工教学影片，还有完整的图文介绍。相信这些资源可以让我们代理商以及经销商做很好的应用及推广。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次和卡西提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来服务南部以及高雄地区的车友。那也希望大家邀请大家一起到卡西提，一起来支持台湾的品牌。